一个一个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 Ohio 的杰西卡。杰西卡，叫杰西卡都是美女。嗯，第二位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安。安安都是美女哈。第三位是。大家好，我是团长小乔儿。小乔儿一定正啊！小乔儿都是团长。对对对。你们是什么样的舞蹈团？我们是 LED 水鼓。水鼓配合水鼓哦。对，水鼓。对。会喷水的鼓，会啊，会喷水，喷水的鼓，不是一般鼓碰到水没有吉利的掉吗？常见，你开心什么？会喷水的鼓，喷水的鼓就很特别，没有喷过这种鼓啊，因为通常牛皮嘛，对对对，怎么会打一打鼓会喷水嘞？所以你没有看过，没有看过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在旺季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打到连上厕所都不行。啊！这么打，你们这个厕所其实可以上的。不是，是因为我们赶场的时候，一场接一场，然后中间没有时间可以上厕所，然后开车路中又遇到塞车，更惨。所以我们没有办法。干脆就是表演的时候，旁边有水，看不见，看不到，难怪喷水，都湿了。然后一到现场很想上台，不要急，不要上去了。因为有 LED 啊，都灯啊，也看不出来什么颜色，看不出来。你们要练多久才能够真正上台表演？就是一个新进的队员。我们练差不多半年，从鼓谱写出来，然后先练习打，然后打，然后再加上动作。那个真的很难，因为那个我练就是比赛的时候练习过，跟那种水鼓的团体，因为他是不是要打你自己的哦，你还要打别人的啊。然后交错，所以很容易，你如果节拍不对，你会互打到。哎呦，甚至你敲他的手，然后就变成这样，然后就尴尬了，节奏就不对，整个都乱掉。那很不能失败的一个。听说张庸有表演过。对对对，我有表演过。是吗？我有表演过，这么厉害？对对对，只是那一段可能就是没法用，对，不精彩。不精彩，是不是？不过我们看过鼓手啊，打一打，你看鼓手对不对？很喜欢耍，很喜欢耍帅哥。哦，那耍帅一直咻，哎，鼓棒 lucky 啊！哎，对，你们会吗？有一次是就是不小心别人打到我，然后我的鼓是飞出去，可是它不是就飞，它是抛物线，然后飞很高，飞很高，救不回来的那种。对，然后最尴尬的是它直接飞到主桌。然后又刚好插到那个佛跳墙，擦擦。可是还好那场就是长官很客，就是人很好，他还就是默默帮我送上来，对，送上来。我本来想装没事，他本来就这样，对对对，一直是空的。哇，这很尴尬，尴尬，金针菇什么的，继续打。有菜，那个桌上有菜，有菜。你们都参加这个团体表演多久？我们水鼓大概是从去年的尾牙的时候开始练的，就是大概练了半年的时间才开始可以出这个表演，这样就可以上台表演。那今年有没有就是想说改回普通鼓就好了？因为今年尝试比较少一点嘛，那就普通鼓打一打就算。可是普通鼓就没有那个大气，喜欢看到我们湿湿的，就是画面。你们表演的时候，肢体都会湿吗？会，有时候都打到妆都快卸了。这真的会是一场湿背秀了。对，湿背秀。那你们在这打字，这没有，等下去会不会在大门口？去楼下。我们变外景，我们在前面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那我们就请就位好不好？嗯，来请你，好，谢谢。看，好整齐，哇，这个水花。
真的，真的，而且就是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表演，真的好厉害，而且他们，你看他们这样访问好像怪怪的，一打起鼓来，我的那个霸气，男朋友应该不敢招惹你了，对，男朋友本来很皮皮的，一看打完鼓以后，对，从此在家做家事，那个水会变成血，对，好，谢谢，来请坐，谢谢。讲尾牙就要抽红包 ，Yeah， 是不是？才有诚意、啊。神功抽红包 ，Yes。好，就是说呢，这个很简单啊、哦，有一个就是挑战者出来，在指定位置转自转十圈，十圈，然后呢，在三秒之内你要去按到对。因为我们这个基本价是500，哦，然后比如说，你按我看嘛，哎呦，这有乘以5的，哇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有。乘以3的是，那你当然加50是最大，所以说这个是小的，你们要注意。哦。那刚才呢，我们在后面有看到一个诟病，诟病就是呢这一票都在看我、哦、什么在哪里，对不对？哦，不好意思哦，来10、9、8、7、16，我的城市比较小，那么小，一样都一样，只是摆的位置不一样。位置不一样，来读一下哦。时间请开始，喂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好，谢谢，恭喜啊，皆大欢喜，皆大欢喜。OK 了 ，OK 了。啊，差点要多一段婚姻。你一生很多段，对对对。